少钱呢？晓得了，我只欠了六块钱。问那么晚？没有。几斤？晓得。不晓得。我呀。这儿跟御品茶主品工是一艘女主品工，重量不相，价钱不相。这样抬一下，应该有两斤多，将近三斤吧。现在把它洗一下。折耳根洗了三遍，把它捞起来，来切一点香菜、葱姜蒜，我就不切了。这昨天晚上吃面还剩了这么多，准备一个盆，倒一点醋、盐、味精、生抽酱油、香油、花椒面、油辣子。白糖、葱姜蒜、香菜，搅拌均匀。好了，倒入鱼腥草，晾满折耳根，香橙。这是萝卜干，这香肠吃到我们家。香肠我萝卜干，哎，这个是开春晒的吧？啊，入榨菜晒的吧？嗯。这是入榨菜前我就晒萝卜。这是白萝卜切的片片，在这晒，把它完全晒了，晒干啊，那等着。牙齿嚼了点泪的声音。啊？这个嚼了牙齿点泪。
好啊，这个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